会喜欢，因为它很重，可是就是略重一点，比刚刚的那个，它刚那个质感就比较美一点。刚刚那个 American String 的那个质感就比较美一点，这个就是很粗犷，但是搭在马丁上面其实就蛮适合的，就是很耐操，草根味整个就出来了。我好像很多很肥厚，很肥很肥，对。它的第六弦是不是也是五四？它感觉是哦，它上面没有写，很奇怪。哦，对，它就是写 tension 而已，那个 middle tension 而已。他没有写，而可能他这边是哎，这中间是乱开，对，他也没有写吗？他没有写，他甚至就写 mid tension， 他写什么 relative volume between， 我看到一个 gauge means nothing， 干秋了，太秋了。跟他的要求是靠北，他直接告诉你这样。对啊，那个不重要。那个不重要。可是他可以自己量。让你试了以后，他的手感有比之前还要硬吗？有。今天应该目前试到这一套是最硬的。会不会他其实是E3？我这边没有，刚好没有量的那个器具。有可能欸，可是我觉得他不讨厌呐，就是他按起来的那个张力是不讨厌的，就是跟原本的设定比起来的话，就是紧一点点这样，但是又没有像，因为我之前其实也换过 E3， 他感觉比 E3 还要再软一点。你是换什么厂牌的 E3？ 我用过那个老鹰大那个什么，就是那个Anyball 的那个铝旋的 E3， 然后还有。木吉他铝弦啊，对啊，那个声音也蛮酷的，那个叫什么？就是铝 alumi steel， 好像叫什么铝，对，很酷的，哎呀、啊，对啊，然后那个，对啊，然后还有那个什么 ，Elisa 我也用过 E3 啊，对 ，Elisa 啊，可是 Elisa 的 E3 就是很硬，哎、啊，就真的很硬，然后。就是他，如果真的他是E3呐，我觉得他倒反倒是没有那么硬的感觉。哎、欸，对对对对对，没有那么张力很大的感觉。对，就会有一种哎呦，看他E3呢，还是那个是心理作用有没有？就是看到哎，就是他就不告诉你，让他其实偷偷用E3这样。但这一包选，我觉得应该也是蛮适合马丁的啦。今天弹起来是蛮适合的，真会挑哦，挑来都这么好听。来一段哦。这其实蛮好听的，他的声音听起来很立体，很 juicy 的感觉，有没有觉得？然后他的尾韵，就是他的那个底韵很厚实。但我有可能会比较想要试看看，真的哦，因为他有点让我觉得过温沉，过比较对那个声音很 很多，嗯，可能刚好配上那个玫瑰末期吧。嗯，可是就是那个对我来说，他的那个你说的那个底蕴有点太满了，太满了，满出来了，就不够亮，不够亮，对不对？想要让它对，它会有一点不够亮，是我觉得那个倒是可以分开看的事情，因为不够亮，或许我可以 EQ 上面多补一点。
边，对对对，搞不好有救这样。可是那个轰的那个声音，可能就会很难很难。你说那个底蕴那个？对啊。应该会蛮 OK 的，我觉得降下来的话，好，就是很肥，然后又有那个亮亮亮的那个感觉，我觉得那个亮亮亮的感觉很难形容。就是我觉得它的那个，就是它不会有过多的，是泛音吗？还是什么？就是比较高频的那个，就是它 preset 没那么多，2000以上的那种，对，那个频率没有那么多，对，可是它就是类似中高再高一点的附近。的那个高音亮度够，有亮度，然后又因为它的那个整个肥厚的感觉，然后所以它听起来好甜。对对对，蛮甜的，我觉得真是属于偏那个符合台南人的使用习惯。我不是这样。然后它让我感觉另外一个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它或许有可能是E3的弦，这个因为它没有标嘛，所以我不知道。你要不要试一下？然后没有，没关系。哎，那个它包覆感很好。嗯，它的就是让我觉得一个那怎么讲，很有安全感嘛。就是你听到那个声音，如果我是弹奏者的话，我会觉得就是我整个被包住。对对对对对，你很有安全，很放心的弹的那种感觉。对对 对, 對，会，蛮舒服的。就是并不会让你就是我该怎么讲，就是有的时候弹吉他弹一弹，听到某一个声音的。痛音色的感觉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啊，好赤裸，然后会有点怕不敢弹这样，对。可是有的时候，如果那个包覆性很好的话，你就觉得哎，好有安全感，嗯，放松的弹。对对对，我觉得它是这样的，就是它还蛮适合 finger style 的，我觉得，它蛮适合 finger style 的，然后也蛮适合有，如果你是有挑选的。哎，为什么啊？这个我刚刚也有想过，就是我原本还以为它原本低音过程啊什么的，然后你降弦。比较松开，对不对？对，然后会不会又更整个就的那个感觉又更重，然后会让它没有那么紧，然后就是低音糊掉啊那种感觉。你说没有这个感觉，可是为什么你反而会觉得它适合挑选？对啊，为什么？我觉得它因为它在刚刚我们正常挑选的时候，它听起来比较，我觉得这是太大颗了，低音有点太大颗，然后就会有点。糊糊的感觉，可是现在这样，它反而是因为它弦的张力可能有稍微比较下去一点，所以它就会比较。我觉得它虽然很沉，可是它的感觉是比较 Q 的，比较柔软一点。对，就是如果你想要去做一些比较有一些底蕴的，因为像其实，我们通常在调低音的时候都会比较希望感觉得到，可是不要太大声，就是有就好。那种感觉就是有，然后一个包覆性这样子，就是它蛮包的。低音有时候那个一多起来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啦，就整个声音都糊掉啊，就只有低音，然后全部的细节都没了这样子。所以其实我觉得它在刚好在整体呈现，我自己听啊，可能我从那个角度听下去，就会觉得哎、欸，还蛮就是蛮它的频率蛮开的。就听起来那个宽广的感觉就有宽广的感觉就有了这样子，对，蛮适合的。
不然我们把它调到 C 看看好了。C 对啊。哦。把它调到 C 看看。再降下去。对，好。所以现在就是 C G D G A D 啦。好。我觉得它降弦之后的声音就是听起来频率其实，我觉得比较没有那么攻击性啊，就松下来，张力稍微放下一点，然后。就是，反而它的那个中频的亮度跟高频的声音就出来了，啊，哎呀，蛮特别的。我觉得蛮明显的不一样，对，就它的，应该说，我觉得它的特色频率又稍微再往下走一点，它没有像刚刚它那么亮，就是它整个又比较回来比较温和的，可是它的那个底蕴，那个低频的底蕴是蛮厚的，嗯，对，然后泛义好听，对，对，它整个就是走温暖路线，对对对对对，暖心，暖，哎，就是还蛮暖的。因为他，我觉得可能刚跟董永差也一样，就是他可能是真的比较粗，可能。所以他其实，在做 finger 或者是说在做一些挑选的比较低的声音的时候，我觉得他表现都很好。啊，对啊，真的适合喜欢挑选的朋友。再次强调啊，这个如果试到这个规格没有那么准的演出，不错啊，他上面没有写啊。对，他就是一个。弹标准调弦可能有点硬啦，我觉得，嗯，稍微降弦就好一些。对，我觉得他的声音再加上调完弦，因为调弦嘛，就是会有一个特别的共鸣在。对对对对对，调弦法就会有一个特别的共鸣，然后再加上他这个音色就整个好甜，然后他那个低音和弦按下去弹下去，这整个包覆性非常好，更爽。对对对，真的是厚重啊，我觉得他就是那种就很接很底很底的那种底蕴的感觉。Bass 底蕴的感觉，对，所以我们刚把它调到 C 是正确的，对，就是这样，不要调回来了，对，就是，然后要弹正常调弦就再买一支，多加一个 cable 夹，对对对，可以，对，加 cable 夹看一下，还不错啊，就亮度也有。所以它的低音很自然的躲在你的弹奏的后面，后面，对对对对对，而且它很好控制，也倒不会说真的就是听不到或者是什么，对，就你感觉得到那个底蕴的感觉，对对对 对, 对, 对。对，如果真的要挑剔的话，就只有觉得它的高音还可以再亮一点。对，我觉得如果真的要挑剔的话，就是只有这样而已。但其他的，我觉得表现平均感，然后跟整个感觉都很好。对，不过高音这个我倒是觉得有机会是后段 EQ 或是再去你的 pedal 上面补就可以了，或许可以补。对，因为其实单就是我们今天都没有来音嘛。对对 对, 对，所以其实今天就完全只靠就是麦克风，然后呈现它的那个这个就是木吉他最可令的可令通了。嗯。对，我觉得他本身的表现还蛮好的，对啊，就是他整体性，对，舒服，超舒服，舒服，真的舒服，对，这个就包起来了啊，哎，带走，带走，带走，对，
就有时候谈一谈会觉得，我觉得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跟我一样，就是我只要刚换学的那一天，我就一直弹琴。那第二天呢？不弹？就想休息了。为什么？就是会刚换上去弦的那一天，就会觉得哎呀、欸，很好听啊，然后也很想要多感受一下新的弦的感觉，这样子。就刚换上弦之后、欸那。那你是表演当天换弦的那一类，还是表演前一天换？我表演前一天或录音前一天，对我都是前一天会先换，然后换完之后就先爆刷一波，对，然后之后就是反正，表演当天会带一套备用啊，因为怕真的就是衰小断弦这样子，但是其实应该正常我都是前一天会换弦，对，你是当天的吗？啊、哦，没有，我也是前一天，真的哦，对 对, 對，当天的太硬了啦，当天会害怕他的状态走太多。对对对对，而且前一天提前先让他整个状态是平衡一些，对，跟弦啊和吉他的状态就是平衡一下。嗯，对，有差啊，大家可以试一下。对，好，那这套是那个什么 Santa Cruz 嘛？没错。好，我没有在广告哦，他没有给我们钱，也可以给一下。对，如果想给的话，假如我们讲得很好的话，欢迎就是下面资讯栏看一下这样子。好，下一套。好 ，OK。就是我平常的痛，很习惯，就是我平常的痛，对。然后亮度很漂亮，然后它的刷弦的时候也是很好的，刷吧，对，来爆刷一波。弹到螺丝松掉，这样有个奇妙的共振。对，它大概就是我比较习惯的声音感。对，就是有亮度，然后有底蕴，就是它的厚度也够这样子。因为可能是大部分的曲风弹的是比较有这种颗粒的东西，所以才会需要就是说它的中高频会比较明显一点。对我自己的习惯呢，对。我觉得如果跟刚刚更有印象。就是比较有印象，就是上一套，会比较有印象。Santa Cruz 那个，他的 EQ 感觉有点像是左高右低，然后马丁就会有点像是左低右高，有点这种感觉。啊哈，你说 EQ 嘛，就是那个，左高右低，就是高频没有出来。对对对对。然后马丁的话就算是左低右高。对对对。稍微变成是这样的曲线。对，低没有那么多，但也不会说没有啦，但是就是相较之下，真的。对。然后可是它的中高的部分就哇，那个
就上来，对，它就比较有那个，它就是主打 flexible 的那个声音，对。然后它上面写的什么 Tommy's Choice， 但我不知道真的还是假的，这个我们就不好说，好不好？对，这个就不好说。对啊，所以这个，但而且这个弦其实我自己喜欢用的弦其实不会很贵啊，对啊，只是现在真的是买不到，所以很困扰。对，还好董总今天找我来做这个企划，那我帮你挑选，帮我挑选，公费挑选，哦，真的是很舒服这样。不是那个印度，我是说硬硬的哦，对对，它有一个硬刚性，对对对对对对，就是在那个声音的音色里面，嗯，对，你是听得到它那个声音有一个就是硬的，很像爆炸那种感觉，那种声音会听得，对，就是会比较，因为那个硬度，所以会比较凶一点的那个感觉，嗯，对，颗粒感更够这样，嗯。这个其实我蛮喜欢的音色，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啊、马丁的吉他就要配马丁的弦，对，它就会有一个从头到尾马到底那种感觉，对、啊。可是好像马丁弦也不是每一套都是这种声音的啦，对，所以当然啦、啊、也是有，对啊，所以如果你拿马丁的话，你想要不同材质，然后不同那个，对、啊，就不会每一套都是这种声音，还是要试啦。像刚刚那个一。啊，就不好说，不好说，对，那个就不好说了，哎，对，再看是这样，对，它也蛮甜的，蛮甜的，对，可是跟那个圣诞歌是甜的感觉不太一样，它甜的比较被感觉得到的感觉，它就很前面的那种，因为高音更多，对，甜的更清楚。这也是蛮舒服的，会想要一直接着弹的琴弦，对。OK， 而且你说他放了一天，就是隔天会更美。我觉得是他的，因为他现在的声音听起来，如果是以我自己的使用习惯的话，他现在这个声音听起来是比较弦的发音偏多，然后他放了一天之后，他的发音会稍微收回来一点点，就是他就不会像现在这么有攻击性。对，但是它的亮度跟扎实还是会有，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它的声音放一天之后会更好听，对，会比较更应该说更好控制吧，对，我觉得应该是那种更好控制的感觉，对，现在的话就是很亮，所以这其实又就带到就是我们前面有稍微聊到的，就是其实试弦这个测试弦的这一件事情，就是、真的是要花一段时间，对，而且。不是说，就算即使你只试一套、嗯，不是说当下换完就好了，嗯，而是你可能要接着测两三天，甚至一礼拜，对，然后去看它的各种表现，然后去了解自己的各种喜好状态，然后在这一段期间里面，它的表现让你觉得，哎，值不值得啊？嗯、喜不喜欢啊 ？CP 值高不高啊？嗯、之类的。其实要考量的因素真的是蛮多的，我觉得一定要花一段时间去试啦，但是会有一个我觉得比较好玩的状况，就是比如说你可能喜欢你的弦比较亮，那你换上去如果它听起来就是不亮的，你就可以把它拆掉了，因为它再怎么样也不，因为它再怎么样也不可能变亮嘛，它弹锈了以后它只会更暗，对，还有多了一些更多摩擦声，这个倒是，哎，对，所以有时候那就是一个第一印象，就是你喜欢亮的，那你换上去之后，哎、欸，它不是很亮，那你就真的可以不用对它有什么太大的期待。对，因为弦总是只会衰减，除非你想要看后端去调整啊。对，除非说它有一些其他的优点，然后让你是觉得可以因为这些优点而去后端调整就可以搞定的东西，这样。对，不错的参考依据。对。Thank you.
舒服。发音表现我觉得很平均。然后因为这个这一套弦是那个威尔斯那个嘛，对不对？那个对，别和本曲送的签名款，所以他调到D是绝对很赞。D A D G A D， 对，他是在弹 decay 调弦法的，对，所以他调到 D 是，我觉得很刚好，有没有觉得？就他的那个，他的包覆性是有的，可是他又不会说很吵，就跟刚刚那个我们听那个 Santa Cruz 的感觉比较像，但是 Santa Cruz 的好像厚度又比较多一点。我想要升级。螺丝松了，你要什么？对，到底在哪里？哎呀，可是它好像是一个共振。对啊，就感觉是。感觉是里面的。对啊，感觉是里面的什么东西松掉了，好吧？好，放弃。对，感觉又不一样了。他声音很立体，我觉得。他直接站出来。对。他没有在客气。他没有客气。他就说：“我是演奏家，我没有要让你唱歌。”哎，真的，真的，真的，我觉得这个形容很贴切。对，他就是直接不用唱歌了。对，如果这个再配一个唱歌的话，那个唱歌反而会被压掉。我觉得。对，可能也看类型吧。Anyway， 他的声音就是真的是超立体。很立体，然后攻击性很强，我觉得就是很穿透。对啊，跟 Santa Cruz 的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我觉得他蛮温的。他就是甜，然后温暖。对，就是他没有很强的攻击性。对。然后让你觉得暖心舒服，这样。然后可是他就是整个厚度啊，然后亮度，立体感。手感，对，就是整个就是没有在跟你客气的，没有在跟你客气的，对，完全是这样。我就觉得他弹起来的时候，就是他有那一种我想要的那种爆裂感，就是因为我之前一直也试过很多不同厂牌的弦，然后我都觉得那个马丁比较有这种感觉，对，可是他有，他也有，他也是有，他对，刚刚我也想讲。让我感觉他的霸虾很多哦，对，霸虾很多，就是他那个立体啊，我觉得他就是以 Lisa 跟刚刚那个第一套那个 Dada Rio 那个包膜的那个弦，完全不会有这种声音，对对对对对，所以你讲的霸虾这个意思，对对对对对对，很甜啊，立体，觉得声音很 b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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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那种感觉，自带 reverb 的效果的感觉，而且他也不会像 Jumpers 真的是今天试到，我觉得真的。发音爆炸了，对，他的发音有点太失控，感觉都太不是失控了，就很多多到有点就是有点吵这样子，会有点这种感觉，对，
不要告我啊。怕起来，对。简直啊！对啊，就是个人感受了。比下来，就是他真的是蛮多的，跟我们后面这几套比下来的感觉。嗯、对。Roto 上就是明显就是没有那个声音嘛。对。然后后面我们试到这几套，感觉就有点就是介于 Roto 上跟那个 John Fierce 这中间。哦，那我们今天的顺序抓得很好没有？第一套 John Fierce， 然后 Roto 上。没有，第一套是 Dadario。 Dadario 那个就因为它包膜，所以我觉得它的声音是在另外一个区块的，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啦。对，就是其实我觉得有包膜的弦，它的声音是真的跟没有包膜的弦声音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它的声音是就是、欸、隔壁棚的那种。我今天跑错棚了。所以其实我也有在想说，今天到底要不要拿包膜的弦，就感觉好像拿了不太对，那不拿感觉好像因为感觉好像试了也是另外一种。可是我觉得让大家如果听得出来包膜跟没包膜的声音有差、那这样今天就值得了。对啊，就是哎、欸，今天就完全就对了，反正我们今天就是都没有包膜，我们不喜欢有只有打到 Rio 有，哎、欸，对，只有我们不喜欢有套的感觉，对，对，就他整个骂虾，整个会更有情的感觉。对对对，我觉得就是那个要说草根味还是那个木头味吧、就是一般好像大家形容会是比较类似这种感觉，对，就很丰富的那种弦的震动感，你会觉得好像就在你耳边会有那种嘶嘶嘶嘶那种不会绑住的感觉。我觉得对我来讲，今天过后就是我有可能会想要再尝试看看，就是没有包膜的弦。嗯，对，因为我本身手汗太严重了，我都是用伊丽莎。嗯，对。可是今天这样，其实有很多弦我也是没有试过这样。嗯，可是我现在可能会有这个意愿再试试看，对，然后再去看整个生锈的状况，然后去做。我自己个人的 CP 值的考量，对，我是蛮有这个意愿去尝试的。就今天也有几套，我也是哎、欸、听得蛮意外，蛮喜欢的声音，对对对。而且就是蛮，因为今天其实我们都把参数都固定嘛，就是一样的琴，然后一样的段落，然后一样的麦克风摆位，然后唯一的差别变数就只有弦而已。而且弦还基本上，我觉得今天如果可以听得出来有差别的观众朋友，那你的耳朵真的是蛮厉害的。对啊，就是在听这些不同的弦的表现，因为我们是很近，就在现场听，所以我们的感受当然会比较强烈。对。那但是在各家这种很多的弦的选择里面，其实没有包膜的弦也比较便宜，通常是这样，通常是这样。所以如果像刚刚董讲的，如果你是手汗比较重的严重的朋友的话，那你在挑选上面不是不能用，只是它只要符合你的成本考量就可以了。对啊，就其实就是看你自己的考量点，对，什么点比较重啦，一定会有很多考量的点。对，对啊，那你比较 care 的到底是什么？像我之前就用那个马丁，是因为我要录音的关系，那我就觉得 OK 啊，反正录音完我就把弦换掉了。因为反正进去录音室，有时候进去可能八九个小时，出来弦差不多是烂的，就是直接超爆啊！弦差不多，哎、欸，这个弦怎么变这种声音，跟早上不太一样这样子。对啊，所以基本上有时候我觉得弦它在不管是在定价上，还是它的分类考量，因为毕竟它是一个产品嘛，那它在定价上面它也是会有它自己的取向。对，它为什么比较便宜？便宜不一定都是不好。对，然后贵也不一定都那么好。对，所以真的就是看大家对自己的需求有什么想要的，然后跟你弹奏的曲风，然后是不是像刚刚董讲的，可以在后面，可以在后端，也许再调一下 EQ 啊，或者什么的，这都是可以去考量的范围。对，今天就真的很单纯，就是听弦，对，听弦的声音。我们到时候的音档也不会做太多的修饰，会稍微调一些声音让它更好听，可是会全部都挂一样的内容拉面，会一样挂一样的东西这样。对，所以大家的比例其实也都会是差不多的。是，好，那今天很高兴可以来东东的节目。知道吗？董选，董挑选，对，这很棒，这今天很开心，然后也希望今天的分享可以让大家就是有一点不同想法。对啊，对啊，對，我们这个单元，我会尽量找不一样的人，然后来聊不一样的事情啊。
对，那刚好这几集我们就是会讨论在主题就会在弦这一方面，嗯，所以我们之前就是做了同样厂牌但是不同材质不同规格的弦来做测试比较，然后这一次我们就是相反的去用同样差不多规格，然后因为当然还是会有一些粗的弦的比例稍微有点不太一样，嗯，但是我们尽量把它在差不多的规格的状态下，然后去比较不同厂牌的弦，去测试这些不同的声音到底状况是怎么样，那希望今天的经验可以对大家有一些帮助这个样子。对，那有没有什么广告要打的？广告吗？我们11月21号啊，就平人讯号会在岩石做一场演出，它是推广疫苗普及，很酷，所以如果你有去岩石音乐的那个官网有没有，你上他活动连结去拍照上传你跟小黄卡的合照啊，你就可以半价入场哦。对对对，我觉得是蛮不错的一个优惠，欸，我们都有小黄卡，对不对？半价入场这样子。然后还有一个就是11月27号贵人散步，我们下午在台南的 BB Art 也会有演出哦，很大的音乐节。对对对，音乐节，所以如果有要去贵人散步的，可以帮我们圈起来。邱淑参与平衡讯号，可以去听一下。那听一下那一天贵人散步，应该台南整个会爆掉，会很好玩。然后还加台南城市音乐节嘛，所以应该会很好玩，这样子，也很酷。欢迎各位观众朋友到台南走走。对，那也可以多去平衡讯号还有和荣的一些网页做一些听音乐，啊，可以 follow 一下，对啊，可以 follow 一下。那资讯都会在下面的连结。那今天节目就到这边，我们下一次见，拜拜，拜拜。这套就不用拆了，再回去多感受一下，对，摆个一天，看他会不会。